对于和珅的印象，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停留在王刚老师扮演的角色上，溜须拍马，左右逢源，一副小人得志的贪官模样，深入人心。但实际上，和珅并非只是一个大贪官，他不但颜值高，才华横溢，还善于理财，家庭和谐。首先，和珅拍皇帝马屁的确非常有一套。众所周知，乾隆是个喜欢卖弄学问，有些好大喜功和自恋的人。乾隆据传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，他的那首一片两片三四片的雪花诗可谓是家喻户晓。乾隆还管自己叫十全老人，对很多事情都喜欢独断专行。遇到这样一个皇帝，很多耿直的大臣免不了要多加规劝，显得自己是个直言谏臣。不过这样却往往显得皇帝很没水平。和珅不一样，他在乾隆面前卖弄学问是为了彰显皇帝的博学，从没有让乾隆觉得自己很掉价。乾隆曾接到过一个关于罪犯要逃脱的奏折，乾隆说：“虎似出于匣，龟欲毁于毒，是谁之过于？”意思是猛兽从笼子里逃脱，珍宝在盒子里损毁，谁的过错？当时乾隆周围的人和官员都没听说过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中的“济世将法专于”，所以一个个都不知所措。唯独和珅一人接过话来说，这是看守者与保管者的责任。当时和珅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、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侍卫。乾隆心里一惊，问和珅是否读过《论语》。和珅不慌不忙地把自己曾在咸阳宫读过书的经历解释给乾隆听。乾隆就喜欢这样的文化人，很快就提拔和珅做了乾隆的仪仗队的侍从，从此和珅的仕途一路顺风顺水。乾隆有自己的虚荣心，大臣只能是陪衬，而和珅对乾隆而言，在学问上不争不抢，既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心，情商又很高，对乾隆心思的揣度十分细致，以至于乾隆一个动作一个眼神，和珅就能了解，这就让乾隆逐渐把和珅当成自己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乾隆对和珅的依赖不止在精神上、才学上，还有在财务上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和珅的家产高达8亿白银，相当于现在的250亿。他被抄家的时候，家产换算成真金白银是大清15年的总收入。和珅一倒，家庆吃饱，这句话很清晰地说明和珅在乾隆时期是第一贪官的状态。和珅被抄家的时候，人们发现，与其说和珅贪，倒不如说他只不过是把国库搬到家里，帮乾隆理财更加贴切。乾隆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零花钱，他作为皇帝是不大敢乱花钱的。但是乾隆偏偏又喜欢旅游，下江南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和珅在其中帮衬，乾隆还真很难抹开面子。和珅帮乾隆理财，填补了很多亏空，自己还能从中牟利，也算得上是一举两得。和珅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需要分散投资，所以他在商业、医疗、物流、房地产、金融等多个行业都有投资，比如酒店、粮店和古玩店等，其中很多店铺在当时都是行业顶尖的。还有当时的煤炭行业不受重视，和珅却率先投资，认为煤炭是工业发展的风口。另外，和珅还通过多种借贷方式赚取利息。和珅被抄家时，人们才发现和珅对财产的分管做得非常好，分门别类甚至比国库做的都细致，可见和珅对财产管理是十分用心的。只不过乾隆几次下江南败光了祖上留下的财产，到了嘉庆皇帝时发现没钱花了，只好找和珅来杀鸡取卵。另外，和珅虽然贪，但是还是非常认真积极地帮乾隆办事，因为他知道只有牢牢巩固皇权才有他贪的机会。其次，和珅不仅聪明、情商高，而且勤奋好学，能对乾隆的提问对答如流，与他十多年的努力与积累是离不开的。和珅是满洲人，正红旗，钮钴禄氏。和珅父亲是副都统常宝，母亲是河道总督嘉默的女儿。家境虽然不错，但是和珅的早年十分艰苦，他3岁丧母，9岁丧父，很小就面临着无亲无故的局面，亲戚也不曾用心照顾他。好在和珅在他父亲去世前考上了咸阳宫官学，这是当时满人在京城上学做官的最好学校。当同龄人还在玩的时候，和珅就开始专心学习，争取混个好前程。作为满人，和珅不但努力学习汉人著作，还熟练掌握了满、汉、蒙、藏等多个民族的语言，甚至对当朝皇帝的诗词文章、书法都有认真学习，而这些知识正好匹配了乾隆皇帝的喜好。
此时的和珅虽然攀上了直隶总督冯英莲的孙女，生活有了着落，但他并没有贪图安逸。尽管和珅偏科严重，学的都不在考试范围之内，参加科举也没有考上，但他有45经打底，还学习满汉蒙藏语言，学习作诗、书法、绘画，推广火锅，甚至连骑马射箭、舞刀弄枪也都学习一二。再加上对乾隆的文学作品深入研究，简直就是一个全能王。在得到乾隆赏识后，他仍然韬光养晦，把自己的学问都用来衬托皇帝的高大伟岸，自己对皇帝更是忠心耿耿。有这样的人在，皇帝怎能不重用他？和珅先后担任诸多职务，包括大学士、吏部、刑部尚书、步军统领等，可谓是跨越了文学、兵部、军事、刑事等诸多领域。这没个金刚钻是没法揽瓷器活的。和珅巅峰时期曾先后担任过几十个要职，兼职几乎遍及朝廷内外的各个部门。在和珅最为如日中天，除了内阁首辅、首席军机大臣、一等功张家阿贵外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与和珅相抗衡的人。而且实际上阿贵经常不是在外带兵，就是外出办差，京城中的大小事务皆由和珅掌控，因此和珅就是实际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和内阁首辅。不过细心的朋友还是会发现，乾隆确实对和珅十分宠信，但中和珅一生有两个部门是他从未染指过的，一个是督察院，另一个是礼部。督察院是负责纠察百官的，最高长官为左都御史，督察院下设各道御史，负责纠察弹劾百官。清代的言官御史尽管没有明代的权力那么大，也没有明代那么有骨气，但不可否认，督察院是皇帝控制百官言行的一张杀手锏。和珅身兼多个要职，却不能自己纠察自己，因此乾隆没有授予他督察院的相关职务。这里头还有一层深意，乾隆尽管信任和珅，但其目的还是要让和珅更好地服务自己，他不允许和珅尾大不掉。从相关史料中不难发现，和珅一直受到督察院御史的弹劾，若不是乾隆有意维护，几次差点下马。这也是乾隆帝王权术的一个重要体现，那就是时时刻刻警示和珅不要跨过没人臣的底线。另一个和珅没有任职过的部门礼部，在六部中的地位不是最高，排名在吏部和户部之后。和珅担任过吏部、户部尚书，当然他是具备担任礼部尚书资格的，但和珅的一生从未在礼部任过职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清代京师的所有衙门中，礼部的任职条件最高，这是因为礼部掌管国家礼仪和科举取士，是国家的脸面所在，故清初时期就要求礼部尚书和侍郎必须是进士出身，没有这个条件绝不能担任礼部尚书。到了雍正以后，礼部尚书和侍郎的任职条件再次拔高，规定必须是翰林出身的方能担任。上面说过，和珅是咸阳宫官学出身，没有通过科举考试，让他来担任礼部尚书显然说不过去。而且礼部涉及的事务关系到古代礼制，和珅虽然文化水平很高，但文凭不高，也是很难胜任。说到底，和珅是一个实干型的人才，而非学术型的人才。乾隆曾给和珅脸上贴金，让他担任过翰林士掌管学士，但实际上和珅心里其实虚得很。翰林院中人才济济，而且读书人向来清高，有很多翰林对和珅担任掌院学士颇为不满，不少人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，虽然结局都是被和珅整得挺惨，但从中这也可以看出，当时和珅担任掌院学士确实有舆论压力，很多读书人都看不起他。不少人都认为电视剧中的和珅把历史上的和珅给演坏了，和珅的贪是为乾隆贪，更没有掏空国库，被嘉庆处死后反而还变相为嘉庆创造了一个开创盛世的基础，而嘉庆在处死和珅后更是追悔莫及。确实和珅的贪婪不可学，但是他的其他厉害之处还是值得后人欣赏与学习的。